胖胖虎，贝贝跟嗨，朋友们，欢迎你们！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恢复健康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帮助生病的朋友们。哦。我们应该快点治疗，大家请小心跟着我们进来。现在第一位病人猫头鹰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看不清楚前面的路。视力变差了，到处都模模糊糊，看不清楚。哦不，这样你会撞到东西的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帮助猫头鹰看得更清楚。我们先来检查你的眼睛有多严重。现在盖住一只眼睛。看过来这里，好，这是什么形状？是正方形。哦，那这是什么形状？圆形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形状？我知道，是飞机。透过这次检查，我知道你的情况有多糟糕了。哦不，看起来你的视力变得更糟了。我想你需要戴眼镜。我需要找到眼镜，我们应该选择哪一副？是第二副吗？医生，我面前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这不是眼镜，这是太阳眼镜。我要换成眼镜。我们应该为猫头鹰选择哪副眼镜呢？哦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方形眼镜，对吧？哇哦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嘿嘿，这副方形眼镜真适合你。猫头鹰嘟噜噜嘟噜的眼睛嘟噜噜嘟噜看清楚了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哇哦，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们的脸了。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帮我挑的眼镜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的眼睛突然变红了。好痛。看起来你的眼睛感染了。刺刺刺，痛痛，好痛啊。不要太担心，我们会帮助你很快康复的。我们要仔细看看你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。哦，有眼屎。这边也是。哦，你的眼睛满是眼屎。你感觉不舒服吗？我来帮你清理一下。哎呦！眼屎清理完毕，一定很痛吧？你做得很好。哦不，坏细菌正在伤害眼睛，快点用眼药水消灭细菌。
是把所有的细菌都清除掉了。最后再涂上药膏，你就会康复了。哇，眼睛变干净了。小狗的嘟噜噜嘟噜红眼睛，嘟噜噜嘟噜好多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从现在开始抹眼睛时要注意。好的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眼睛肿胀，哔啵哔啵啵哔。起来，你长了一些针眼。哔哔哔，啵啵，嗷嗷哔。你的眼睛肿胀是因为你用脏的手揉眼睛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治疗外星人的眼睛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减轻眼睛肿胀。我们需要挑选一条毛巾进行温敷。但是该选哪一条毛巾呢？第一条，第二条。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第一个工具。哔，甜甜的哔哔哔啵，哔哔哔，啊喵喵喵。哦，原来是一条看起来像毛巾的蛋糕卷。抱歉，我再帮你拿一条温暖的毛巾。暖暖的，哔哔啵，太好了，肿胀消下去了。让我们涂上药膏，帮助眼睛更快的愈合。太棒了，眼睛越来越好了。最后，我们来开一些药物治疗疤痕。朋友们，请帮我调制一些绿色液体药物。我们需要混合黄色和蓝色的液体药物。液体药物准备好了。啊，哔哔啵。哦，你怕药物会很苦吗？你应该乖乖吃药，这样眼睛就不会痛了。忍耐一下，快点喝下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已经康复了。哔哔哔哔啵。外星人，嘟噜噜嘟噜的眼睛，嘟噜噜嘟噜不痛啦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哔哔哔啵，很高兴你已经康复了。今天大家都很棒，有好好接受治疗。医生、护士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哔哔啵，朋友们，下次再一起治疗我们生病的朋友们吧，拜拜。使用拼缝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。